今天是好不容易的周末，所以就出来玩了。就这个正午的太阳正好打在脸上，对，然后化了一个妆，打算去吃 brunch。我估计会很多的人，因为我没有预约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只有一个人的话，应该会很快的吧。今天天气超好，看着超好的天气啊。温度也很舒服。他给我做的，他没有带 ID， 不能喝酒。我的 tiramisu French toast 还有 sausage， 还有喝的，不撒多了，我怕太甜。我刚发现我讲了好久都没有录。我现在吃的是提拉米苏法式吐司，我一开始很怕它会太甜，所以点了份香肠，然后发现它不是很甜，因为它的巧克力是那种黑巧，然后它的糖浆我也没有撒很多。然后这 bartender 人都很好，我挑了一个离 bar 最近的地方，那这边就是 bar。然后那边是顾客，因为我觉得跟顾客坐在一起反而会社恐，跟服务员坐在一起反而还好，因为他们都很忙，就没有什么时间理你。但是你偶尔想说话的时候，还是可以跟他们聊一聊的。刚刚在给我的闺蜜打电话，给她看我在吃的什么。本来想去隔壁网红家那个叫咖啡鲁纳，但他有一个等一个半小时，一个人都要等一个半小时。到他真的就是在隔壁的这一家咖啡鲁纳，其实我吃过，挺好吃的，但是就还是没有加州那边东西好吃。有点饱。其实我本来还想点一份，差点滑下去。其实我本来还想点一份 pasta， 但是我的 bartender 告诉我这两份都很大，是我一个人吃不完，他不想 oversell 推我吃不完的东西。他甚至跟我说你要不要点一份打包回去， pasta 打包回去吧。他这人好实在，成功克制了我的冲动消费。但他长得还挺帅的。 I'm just watching I'm like vlogging right now soYeah, I can't keep up with today's what people do. Vlogging, vlogging. I know. 这不是 P 出来的哟。今天的天气超好。哎呀，习惯的推眼镜，然后发现自己没有戴眼镜。对，然后在这边散步。后面是学校，貌似是 MIT 吧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在海边多散一下步，今天天气好好，有点热，我甚至都有点后悔穿这一件，开衫了。好多人啊，就是那边的队伍都排到不行，好多好看的小裙子，但是 fitting room 人好多啊。啊，这个衣服颜色挺好看的。吃法杯走了，我们在想要怎么过去啊？对面这里吃晚餐啦。Drunken noodle。咖啡要散了，好好吃。
看我手机还没电了，所以。小爪爪，睡得可香了。只要我早上有一点动静，它就会过来，让我跟它一起赖床。干嘛？你还想让我把手机拿开？另外一只就不喜欢这样。另外一只 Kiwi 喜欢自己跟自己，这一只就可粘人了。没事，只要两只粘人的话，两只都粘人的话，我还招架不住呢。太热。疯狂采奶，采胳肢窝呢，在舒服吗 ？Do you feel comfortable, Taro？ 养了一只双语猫，会说两种语言。还在采，五分钟了，不采了呀？哎呀，进去了。